鲍鱼都是活的，下里面。哇哇哇哇！咬里头，快抓抓住！这样打开一点点缝，扔进去。好，谢谢啊！这个黑虎虾真的太新鲜了，漂亮！河蟹啊都是活的，下里面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海鲜蒸汽自助啊，但是我感觉收拾还不错啊，嗯。别的我现在目前收拾我也没拿什么，我的最爱来了，烧烤猪蹄儿，哈哈，嗯，它这个猪蹄儿是新烤的啊，没有凉，非常的糯啊，嗯，满口的胶原蛋白啊，咬了一口真的满口喷香。嗯，每次吃这个海鲜蒸汽自助还是海鲜自助啊，我必须得吃点熟食。嗯，哇，朋友们看看有没有食欲？我是特别嘱咐他们，告诉多放辣椒粉，多放孜然面，哎，味道太棒了。这个是海蛎煎啊，也是海蛎煎蛋。嗯，它这个里面有这个韭菜。墨鱼饼。咬上一口有一种墨鱼肠的味道啊，但是特别的口感特别的好，非常的筋道。这是店长推荐的啊，小鲜肉包，这但是这个包子真的是不太大啊，咱们尝一尝。嗯，里面确实全是肉啊，这个包子要吃饱了我估计不得吃个十笼，得吃十笼啊，最少得吃一百个。开始了，朋友们，哇，太有食欲了啊！嗯，浓浓的海鲜的味道啊，闻起来都特别的舒服。来了，朋友们，鲍鱼，嗯，叫上我这个自己调制的蘸料啊，秘制蘸料，嗯，其实就是一品鲜加辣根儿。鲍鱼我非常喜欢吃啊，就是非常的 Q 弹，非常的筋道的感觉。嗯，鲍鱼都是鲜活的啊。今天我们要把海鲜吃到饱，朋友们，黑虎虾啊，
它这个虾都是鲜活的，哎，放在锅里面怎么锅呢？它都不愿往里进的。剁虾三步骤。这活的虾真的特别的鲜甜啊！这个虾我们已经都剥好了，朋友们啊，这样吃才过瘾嘛。特别的鲜甜啊！河蟹。今天阿谦没有拿这个海蟹啊，我感觉这河蟹都是活的。河蟹咱们吃的是香啊，尤其它这个里面这个黄啊，这个蟹膏，怎么把那个蟹鳃去掉？这个腿里面没有什么肉啊，咱们没有浪费。他家这个海鲜蒸汽自助啊，每人才126元，朋友们你们看不看值不值？各种海鲜都是活的，我感觉非常的值啊。100多元吃海鲜都吃活的，咱们还想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感觉阿坚能吃回本的话，给在这个评论区给阿坚扣个一。海虹，海虹在海鲜里面是最便宜的，但是咱们怎么说，海虹在海鲜里是最鲜的。扇贝，这属于花蚬子啊，白蚬子。咱们活的海鲜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朋友们你看一看啊，它这个粉丝鲍鱼还有粉丝扇贝我们蒸起啊。哇，太有食欲了。哎呀，一次只能蒸一锅啊。一次只能蒸一锅。太鲜美了。它这个鲍鱼上面浇的全是蒜蓉。哇，这个蒜蓉这个粉丝吃的比鲍鱼还要美味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此期视频到这了，喜欢阿坚的点关注，非常感谢你们啊！今天的蒸汽海鲜吃的非常过瘾啊，总共吃了2锅，吃的太开心了，都是活的，126元太值了，拜拜。